由农粮署以及关府农业处带领四大地区的农会总干事，手捧着上新出炉的地秀精品包装礼盒来出场，精美搁上在地特色的包装外观，和现场的媒体马上都翕袂停。为了提供消费者优质、搁安全、卫生的国产地品，并创造台湾名茶精品价值，农粮署是积极推动台湾名茶计划，并伫今仔日举办成果发表会，展出因伫这几年来推动的成果。会中尤其以结合了台湾一挂潭红茶以及阿里山高山茶，适合伊的台湾地图礼盒上受人注意。今年我们很感谢农粮署跟茶盖厂给我们牵线当媒人，有这个机会跟阿里山高山茶合作，组成一个阿里山跟日月潭的礼盒，那里面装了我们台湾的四种特色茶，第一就是金萱，还有高山乌龙，再来就是我们鱼池的台茶十八号以及阿萨姆红茶，让我们是希望这个包装可以让消费者一次购足我们所有台湾的特色茶，也让国外的旅客一次来就可以买到我们阿里山跟日月潭的特色茶品。这个包装设计呢，依照咱的这个台湾古地图，这个另外个依照是咱的台湾这个地，台湾地这个地图哈，来做一个共同包装哈。会中，农粮署也强调，除了要以上特色精品地秀礼盒来提高台湾好茶本身的价值以外，包括今仔日展出的四大地区等台湾八大地区的茶品，都已经进行了产销的履历验证，并且拢有产地证明标章，是消费者会当安心购买的台湾在地好茶。透过这一些制度的一个辅导啊，来形塑啊我们台湾茶品啊精美的一个形象，那提供消费者啊符合卫生安全的一个茶品，那也透过啊这一个计划的辅导，让消费者啊很快啊都能够啊辨别啊台湾茶的一个真伪。事实上，我们的茶叶啊虽然比大陆茶叶贵很多了哈，但是一样卖得很好哈，这就是表示说只要品质有保证哈，我们有我们的商标，有我们的这个品质的保证哈，那这个贵哈不是问题哈。对大陆民众来讲，他觉得说贵的有价值哈。今仔日所发表的喜茶，六国仁爱乡农会以及家己阿里山的地秀礼盒，除了包装精美有特色，内底装的也拢是着规定的地秀，有外表也有内在，而且是台湾制造，相信将成为过年期间进秋节的伴手礼。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